在那，放一下。他没有木头。啊，我来。木头上面有，上面有。石头在前面。啊，走这边，走路也开通。好卡啊，救命！走上也可以。哎，巧克力。好好，我来好了。我先把这材料搬去前面。需要石头吗？还是什么？不是，哎，奇怪，啊，炸弹嘞！哦，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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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他是小雨，我不知道啊，我放的那车厢还没有炸弹啊。小雨，完了，死路了，我被卡住了，我被卡住了，完了，重来，完了。哦，小雨哦，小雨哦，不是，我才没有露出去哦，小雨哦，他这个路卡死了哦，你去挖矿，不是哦。 叽叽叽叽叽，瞬间，没有这关可以继续啊，可以继续，他可以继续是不是？对，你有保存点啊？我也没，还是从保存点？最后保存点啊？哎，并退出大地什么意思？不是，哦，哎，没有，他是从第一个车厢开始，是这个吗？起点，是吗？是起点呢，可是没有其他的啦，对吧？是我们没有到比较长比较远。 还是什么保存？最后保存点保存，是看这个，就是重新配置。至少这个是有保存的。他说有保存，对啊。干嘛？你干嘛？反正就是反正试试看嘛。我们不会只出一次的。选择可以选存档吧？这个主机怎么跟上次玩的不一样啊？他上次。 有吗？这有存档可以选吗？只有主机能选择存档，谁是主机？我不是主机。哎，我的。那按钮用啊？应该有吧？有啊。存档。那就是这个了。哦。哎，他这之后改的，以前不是这样哎。哦，真的。对啊，以前。我现在看有没有？啊？没有，又回来了。听来哦。这是林燕。 对啊，这是零。哎，水桶那个，哎，那个上面哦，上面前前，这是我一个是。哎，这样不如要不要换一个地图？对啊。嗯。哼，但有气，给他爆，对对对，拆了。拆了。你们看到气了拿斧头啊？有没有看到气了？生气拿斧头。你们放弃了，气了砍人啊！不要拍。耶耶！只能从零燕开始。 奇怪，嗯，好嘞，好，应该是他有自动，EM，像我们，QQ，所以之前是可以存吗？还是怎样？之前就直接站在这边就继续开始啊，就是从原本那个第二个车站开始。你下次再测测看，嗯，别推，他欺负人，我知道我觉得嘲讽我，哎，推不出去啊，可恶。 你还想推下去？快！我说他看起来很嘲讽，我想把他推下去。人气气，哎，别累哦，气掉跑出去。GG，GG，哎，GG，这个不一样，没有不同。干嘛换了吗？换了就开始。可以在你第一个车站处重新开始。 它这个存档是说在第一个车站呢，所以一定要从头开始把路撞。所以这个如果取消勾勾嘞，那我们这个取消看看，会不会就是试试看啊？不要那个，反正我们之前有勾嘛，现在不勾，各种菜菜。在，奇怪没？有。任务斧头，我的天！ 仅一个玩家可以拿，仅一个男玩家拿斧头，谁拿了？我的，好，那小恐龙跟着嗨起了，够了，他够了，要走那个上面哦，上面才可以走，从上面，因为前面是那个啊，哦，也可以先走，那就直过去再转下去就好，好，直直走。 帮你挖两条路的，三条路。哎，那个我看到那个，
螺丝在左下角。左下哦，好好好好，你木头挖点。哦，我们都可以看到。对啊。哦，有看到。因为就是习惯性会先去走。对，所以一开始先看。哎，那个要烧起来，帮我浇个水。好。你怎么知道要浇起来？哦，它变色了，它好红的，对，会变红色，会过热，过热。我要看它颜色桶了，轻轻松松啦。超级企鹅，我开始开，要收东西哦，收东西，开阔捷径，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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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走开！砍你！砍你！哎、欸，这砍的死啊！你为什么从那边？你把人家砍死了！哦，哦你杀人了！诺杀的，吼、哦！补他！哎、欸，这样是不是等下会过不去啊？那个转角是我们等下会卡住啊？不会，我所以我们要绕上面。你赶快前面再多铺一点就可以了，先赶快多铺巧克力那个上面。啊，嗯、那要赶快把先把树砍。对，木头还要更多。木头的。哎呀，过不去了！怎么又跳成就啊？我是没玩过这款游戏啊。到底在哪里玩过这款游戏？走几步路就跳一次成就、欸？哎，为什么我都没有跳成就、欸？我都没有成就哎、欸，还是因为有进度啊？哎呦，我的铁哦，我的铁棍掉到地上了。我走路不拿好哎、欸，真的是气在那边撞哎、欸。爽啊！你看我这叠石头叠多高啊！快点，快点，赶快换成这个！我这超猛啊！哎、欸，不要连到，我们还在堆哦。好好的。我这超舒压哎，好爽哦、喔！这叠超高。还要更高，还要更高！不行啊，要挂一点啊。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哦、那里不行啊？不是不是，因为等一下那边可能怕会被吃掉。好。嗯。你就帮我堆过去，好。而且刚刚竟然没有出现炸药哎、欸，对啊，我刚才等炸药啊。他那个秒数多少？多。哎，我的石头眼。我刚才被修起来。哦哟，真是。干嘛？把这水撞掉呢！每次就一直在抱怨呢，很奇怪呢。喂，哎呦哎呦哎呦！还有一个有没有拿那个？嗯，拿什么？啊，拿什么？哎，铁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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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拿什么？有没有？还有还有还有两阶。这个游戏主旨。拿什么？拿铁轨啊！大家在叠高塔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来啦！自动吸取周边哦，哇，所以很不同哎、欸，真的为你指路是干嘛？我觉得没屁用哎、欸，对，这个他就是会选对家路，提前计划。看你们啊，没差，我就可以省力。吸东西吗？吸东西我没看过哎、欸，吸东西听起来很酷哎、欸，对啊。可是要经过，不知道它范围是多少。范围二，失去速度三。范围堆叠大小三，所以是往外两。那不然就二加一这个啊、嗯，材料储存啊。这样子把它放到最后。对啊，还是最前呐、啊，因为我们前面一点吧。对，前面一点吧，因为这样可以吸收比较。对啊，有没有，因为我们不可能是砍他屁股啊，还是要再加一个这个。啊、砍他屁股。加一个这个。对啊，再加一个。堆叠。对对对对对。它变大，哇、哦，升级它，哇，好酷哦！这样可以堆比较多东西。好，好，六六六，开下任务吧。好，囤铁棍，不是有吧？二十个堆叠在一起，哎、欸，再叠回去，叠回去，叠回去，叠回去。哎、欸，好，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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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33，33，瞬间完成。这什么东西？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、那個。铁轨，铁轨，铁轨先。铁轨，铁轨，铁轨哦，做事哦。放了，放了。直直铺吗？好啊，直直走啊，直直走。可以往上一格。
往上一格吗？那個、我保险没有吧？这只有把那个给人走。保险一点，对啊。不然你还是往上一格吧，因为保险就是上下都要有人走。嗯、对对对。会会会。小哥，你上面那个木会会会，我会再挖。区块帮我挖干，挖到上面那个区。没问题。哎、欸，啊，你要去上面的转下去吗？上面的木头区。好、那個。哎、啊。喂。有了有了有了。你们要从哪里转下去、欸？这里吗？小哥，两开心就好。挖三挖三格吧。我可以，我会再挖三过去。下面下面走下面走下面吧。走下面走下面走，你挖下面先挖下面。嗯你可以石头多拿一点。哇，小雨好悠闲啊，小雨。不是啊，我不知道要从哪里走下去啊。你，哦，没事。我看小雨一整个在发呆啦。底下有木头。我在思考放哪里哦。你们就走这里啊，有没有？铁哥放旁边，你去拿。好。哎、欸，没有路，没有路，没有路。待。摸喽。你说这里吗？摸喽。木头，木头，木头，木头。你要这样转下去是不是？好，可以。嗯。什么木头？木头要干嘛？上面很多木头。要不要下面先那个木头赶快铺过去了？走这里。快塞木头。哦。哦，我来了。进来哦！哎，下面木头要铺过去。完了。哦呦，这里好卡！哦，完蛋！怎么了？要绕上面。等一下，我来了。这你往下面的，对，这样铺过去。哦，不是成就啊，进度啦哦。哦。哎呀呀！你看晚上了，好暗哦，好暗哦。其实还好啦。会自己发光哎，好棒！自己身体旁边会亮。我是，哎、欸，你们上闪亮亮的气儿，你们小心，那个你们上去上来的路会卡。哎、欸，找不到那个哎、欸啊，你有看到螺那个吗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快过过来，快过来，快快。对，你们等下都走下面，我看到螺丝。我后面的一些石头要拿哦。我这里已经没得挖石头了。那我先堆过来先。知道是。我后面挖一堆石头都没人拿 ，QQ。很忙啊。超难走，超多石头、哦。嗯，他是不是可以选？然后他要吸什么物品？不知道哎、欸。他自己现在显示木头是不是？对啊。结果。还是说那木头蛮亮，拿起来。结果。你看，这个上面怎么走？直接走上。还是说木头不够吧？需要更多木头。那给他自己吸啊。给他自己吸看看。嗯，给他吸看看。他在吸吗？他是不是吸满了？还是没有？可是木头是空的啊。对啊。对啊，对他按键有。没有。哎呦，哎，放在这里有没有？他自己吸。结果。哦，他是自己送进去的。对，就那边可以另外再放那、哦、放在那里啦。哦，另外放了。对。哎、欸，你看，你们看是石头，他在吸的石头。有。哎呦，我看到木头，他自动吸过去。哦，放在旁边。哦，看到了。哦，他耗木材来那个啦，来当燃料、哦。他本身也要耗木材，然后才自动吸。哦，所以他刚刚是缺木材，所以不。是要给他吃木头。是要耗石头了，我刚刚在看。麻烦呢。他不像以前那样直接那个，他好像要赶要死。喂、啊。啊。這樣撞！喂，快要天亮了。天快亮啊，按摩摩。对，嘿嘿嘿。我吞铁轨掉了。那是我吞铁轨放的。嗯。喂。哎，好高，好高。我这场没有拿到那个额外的成就。有啊，嗯，有吧？好接喽，有钱呐，好接喽，有拿到，有拿到，有要叠吗？